天哪，是小明星米果，好羡慕他呀，他是我的榜样。来消息了，让我看看是什么。太棒了，我终于可以参加米果的演唱会了，可是我没有钱买门票呀，赶紧想想办法。对了，我还有小猪存钱罐，这可是我的小金库，我砸。太棒了，赶紧去参加演唱会。我们要两张演唱会的门票，终于赶上了。这是票钱，请给我们票吧。没问题，给你们。我也要买票。给你钱，请给我一张票。这个臭丫头看上去真穷酸，好激动呀，拿去吧。谢谢你，司机开车还真慢，不过可算是赶上了。阿姨，我要一张票。票已经卖完了，现在一票难求。怎么会这样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给我票。这么多钞票，呵呵，看来只能这样了。我终于可以参加米果的演唱会了。把票给我，把你的臭硬币拿去。太棒了，我就知道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。怎么会这样，这是我的票，可是现在它是我的了。你站住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哎，我真可怜。给你票，终于可以进去了。让开，不要挤我。讨厌，你休想来抢走我的风头。我挤我挤，哎呀，好痛啊。哼哼，让你跟我们斗。我的腿好痛啊。怎么会这样，我扶你起来。腿摔伤了，让我来想想办法。就用我的衣服来给你包扎吧，很快就好了。天哪，你也太细心了吧，真是个好孩子。这张演唱会门票送给你了。太棒了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我先走了。这个阿姨真好，真是太开心了。这是我的门票。没问题，快进去吧。太好了，你是我们的 VIP 客户，请坐在这里。这种待遇也太棒了，黄金按摩椅真舒服呀，好羡慕呀。保安先生，请问我的座位在哪儿？少废话，你随便坐哪儿吧。这么破旧的椅子真的能坐吗？还把自己当大小姐呢，你只配得上那种板凳。哎，只能这样了，好脏啊，来打扫一下吧。这么多垃圾真难扫啊。可算是扫干净了，坐下来好好看演唱会。各位粉丝你们好，米果，我永远支持你。我进我进 br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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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ing， 谁最美丽？唱得太棒了，给你喝彩。好动听呀，我只能这样给米果助威了。演唱结束，真是太动听了，鼓掌鼓掌。太棒了，米果下来了，我要去给他献花。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谢谢你的鲜花。可惜我没钱给他买鲜花，让我想想办法。这里有一些彩带，有办法了，就用这个做一捧鲜花出来。完成了，米果送给你。这真是太漂亮了，我要拍个照上传到网上。为什么他不发我送的鲜花？你做的花我好喜欢呀。你喜欢就好。你怎么了？我好想喝水啊。没问题，大大快来呀。我想要一杯果汁。没问题，给你果汁。拜拜了，果汁来了，我让你献殷勤。哼哼，看我的地好滑呀。我的天哪，怎么办，都怪我，马上就到我了，这可怎么上台呀，一切都搞砸了。哼哼，看你该怎么办。天哪，全都怪我，赶紧想想办法，这个主意不错，我来帮你。你这是在干嘛呀？看我的。天哪，你手真巧。完成了，太棒了，更好看了，这样也可以。谢谢你，能帮你解决问题我也很开心。快上台吧，我去为你加油。真是气死我了，哼哼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应该没有人发现我吧，哼哼，好机会，把电闸给拉掉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会这样？这还怎么看演唱会？我得赶紧想办法救场。有主意了，用手电的光来照亮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有灯光了，我来做你的搭档，一起唱歌吧。太好了！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过年！好特别的演唱会，加油啊！过年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演唱完毕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这也太精彩了，鼓掌鼓掌！今天天气好舒服。是的，很清凉，有你陪在我身边真好。哦，不好，小心水渍，亚当斯小心！我真是太机智了，没有让你淋湿。哦，天哪，你怎么在那里？你能不能在意一下我的位置？哦，我的天哪，我很抱歉，这就给你擦干净。真是太不用心了，哼，生气。亚当斯，等等我，风扇助力，把水吹干。是人类的味道，好美味，
鲜血，我终于活过来了，我要潜伏在这里。终于快到学校了。是的。不准进去。干什么？别挡我路，走开。嘿，你想跑去哪里？你休想逃掉，哈哈。情况不妙，我要帮你击退坏蛋。被堵上了还妄想我们放跑你，痴人说梦。快停一下，走开，多管闲事。啊，好痛，我的脑袋好晕啊，快要失去平衡了，我晕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你竟然敢欺负我的朋友，我要让你好看。真是不堪一击。不准你笑，帮帮我。可恶，我这就来帮你。棒子，我打。你搞偷袭，不要啊。给我住手，走开。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真是可恶。我打。不要。小心，我的胳膊好痛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，受死吧。啊，天哪，是怪物。快跑。好晕啊，我要快点振作起来，怎么都跑掉了。真是胆小鬼。哦不，我的胳膊被打烂了。你受伤了。不好。杰克，你还好吗？我帮你包扎伤口。谢谢你，气氛到位，差点什么。啊哈，我知道了，玫瑰花。包扎好了。这束玫瑰花送给你。好漂亮。我想和你成为好朋友。谢谢你，很开心和你做朋友。哦天哪，什么味道？抱歉，一时没忍住。真是太臭了，快走开。怎么了？拿来吧你。我的玫瑰一点都不好看。我踩我踩。不要你，书包拿上，快跟我走，快回来。可恶，到手的猎物。我一定能和你成为好朋友的。太好了。灯亮着，他在家。按响门铃，有人在吗？是谁？你好。你来了。可恶，你竟然还敢来，快点离开这里。不要，亚当斯，快帮帮我。快回来，你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好朋友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关小黑屋。不要啊。我带你进去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不好，你会后悔的，跟着安心一点。快进来，你在这里等我几分钟好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这个怪物，别妨碍我，快走开。好痛，可恶，我竟然被你轻而易举吓坏了，我不甘心。我等。我不服输。亚当斯来了。喝水。嘿嘿，有了，看我的伪装术。什么？好痛啊。正是好时机。飞身术，三重威力。不要，快停下。不，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不是的，活该。你这个骗子，求求你别伤害我。你还来，你赶紧出去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亚当斯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好吧，我走。好失望啊。真是太好了。我很抱歉。没事的。你真好。这个礼物送给你。是蜘蛛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真是太可爱了。现在呢？我咬。啊，好痛，我的脑袋好晕，救命。我的计谋终于得逞了，哈哈哈哈。人类，新鲜的血液，我的最爱，我的猎物。怎么回事？好晕啊，我的脑袋。快住手，我们快上，发起攻击，消灭它。好嘞。哦不，跟我走吧。不要，快点放开我，放我下来。不可能，让他体验一下上天入地的感觉。好痛，快停一下。还不够，走你。救命啊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大功告成。我的脑袋。亚当斯，快先起来，喝点水缓解一下。哦，好嘞，我现在好多了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刚才真的很害怕。别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有你真好。我也觉得，哈哈。等等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？啊哈，我知道了，这个礼物送给你。哇，非常谢谢你。谢谢你，下次可别再犯傻了。以后不会了。啊，我的肚子。亲爱的，加油，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好痛，我要加油。感受到了，再使点劲。啊，终于出来了。妈妈，爸爸。亲爱的，你快看孩子。我的宝贝。
哦，等等，好痛，我的肚子好痛。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还好吗，亲爱的？好担心啊。不行，我快要没有力气了，我好虚弱。加油，我能行，不能放弃，终于我死而无憾了。哦不，我的雪娜，你怎么能离开我们？妈妈，我舍不得你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们。妈妈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八年之后，我要借酒消愁，还是酒精不会抛弃我，真美味呢。我做的意大利面条，爸爸一定会喜欢的。哦不，好痛。什么？我的膝盖好痛啊。就是你这个灾星害死雪娜的，我生气。怎么回事？你这个恶毒的孩子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不是的，爸爸。还敢狡辩，我打。不好，爸爸不要。你怎么来了？爸爸，你不要这样。我的宝贝，对不起，别哭了。好的，爸爸。我带你去吃饭。好的。快坐下吧，开饭喽。爸爸为什么这么厌恶我？我好羡慕姐姐，我还是再懂事一点好了。可恶，你怎么也上桌来了？啊，好吓人。拿着你的蔬菜去角落吃去，别让我看到你，真是太生气了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去。妹妹，宝贝，你吃个鸡腿吧，快吃。好的，爸爸，真美味。宝贝吃得开心就好。爸爸为什么区别对待我和姐姐？这不公平。真棒，多吃一点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太好了，妹妹，给你鸡腿吃。哇，是鸡腿，快吃吧。好好吃，好香啊，谢谢你。没事的，有你真好。看看日历，明天就是雪宝的生日了，好快呀。让我想想看有没有什么他喜欢的东西。啊哈，我有主意了。谢谢你帮助我，我喜欢和你一起打扫家务，轻松多了，真开心。宝贝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爸爸，我好喜欢，我也来看看。可恶，你给我走开。哦不，快点。好的，蛋糕给你。我喜欢这个蛋糕，谢谢你爸爸。你喜欢就好。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了。真乖巧。妹妹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不见了？妹妹，你去哪里了？妈妈，要是你还在我身边就好了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啊。我的妹妹，我们都很难过，让我想想。啊哈，有了。打开衣柜，是妈妈的衣服和发饰。不行，看起来好奇怪，踩上高跷和妈妈一样高了。不好，好难保持平衡，小心一点，练习一下。好嘞，去找妹妹。妈妈，你在哪里？我的宝贝。是妈妈的声音，快到我这里来，这个礼物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。妈妈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好想你。小心。哦不好。哦不，好痛啊。姐姐你还好吗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的膝盖好痛啊。哦我的天哪，肯定是你欺负我的宝贝。不是我。你赶紧离开这个家。不要，爸爸不要那样。哦不，我的膝盖。爸爸你放开我。求求你不要那样做。可恶，我要好好教训你。哦，怎么回事？真倒霉，绳子缠在灯上了。可恶，给我下来。爸爸小心，快躲开。啊，好痛。糟糕。妹妹。不好。亲爱的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竟然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。我很抱歉，对不起，我的宝贝女儿。爸爸对不起你。没事的，爸爸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关爱你的。真是太好了，好开心。我们一定要互相爱护，互相支持。一定会的，这下我终于放心了。哦，你们的衣服都脏了，看我的。哇，真是太漂亮了，我的宝贝女儿们。谢谢爸爸妈妈，我看到你们幸福就好。再见。好难受，我要喘不上来气了，我撑不住了。
快来人啊！怎么回事？雪娜又昏厥了，赶紧做心肺复苏，做最后抢救。雪娜，雪娜，你要撑住啊！换种急救方式。大事不好，妈妈就快停止呼吸了，心房里的氧气越来越少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样？姐姐，姐姐，你别吓我。我呼吸不过来，妹妹，我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。不，不会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偏哪儿好呢？等等，那边有充足的氧气，姐姐你再坚持一下，我这就背你去吸收氧气。好烧脑啊！我知道了，是这里。快闪开！嗯，好痛，快起来。我的光头，你们是谁就擅闯我家，还砸坏了我辛辛苦苦拼的拼图。妹妹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姐姐，姐姐，我马上就能救你了，求求你给我姐姐一罐氧气吧。氧气？不可能。冰雹，再不吸氧我姐姐会死的。那个，我得想一个划算的交换条件。我想到了，我有条件。条件？你帮我拼好拼图，我就给你姐姐氧气。拼图都被砸乱了，不过这难不倒我。真是嚣张。先把破碎拼图收集起来，确保它们完整。好啦，找到四个角，根据图案依次往下拼。好啦，这么快。冰雹，我拼完了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，是我最喜欢的红爱心小浣熊。哎，太炫酷了，它还挺厉害的。你要的氧气？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姐姐有救了。快戴上氧气罩，姐姐尽情呼吸吧，快快好起来。舒服多了，感觉我又活过来了。妹妹，你救了我的性命。姐姐好耶，不用和姐姐分开喽，我们是相亲相爱的好姐妹啊。好姐妹才不稀罕。肚子叫了，妈妈，妈妈，我饿了，快投喂宝宝啊。又饿了，真是个大胃王。快喝吧，快喝吧，我的小公主，速度可真慢。来了来了，冰雹弹跳发射，然后满满一大罐，后滚翻，我落，加倍奶量，加倍快乐，嘿嘿。它喝的好香呀，妹妹，我也好想喝。别难过，我去想办法。你干嘛去？真美味。冰雹公主，又干嘛呀？可以给我姐姐喝一点你的牛奶吗？想喝牛奶？看他俩这可怜兮兮的蠢样，既然你们这么想喝，也不是不可以，那就给你们吧。这么容易？不给。冰雹，你，我是骗你的，大笨蛋。除非你给我当木马，让我骑大马，我就给你牛奶。骑大马？可以可以，等着被我折磨吧。你全速前进，冲啊。妹妹，姐姐别担心，我马上就能给你换回牛奶喝了。再快一点，我快没有力气了。可恶，给我继续，不准停，快点前进。好的好的，这还差不多。我实在撑不住了，剩牛奶拿去吧。谢谢冰雹公主，真是个傻瓜。哼，妹妹，姐姐不难过，快喝奶吧，你生病更需要营养。好，真好喝，我感觉自己恢复元气了。姐姐健康快乐，我就开心了。哦，不好，下暴雨了，赶紧躲回家。姐姐快，我们也进去躲雨。不好，嘿，冰雹，快把门打开，我头又开始痛了。姐姐别怕，我帮你挡雨。冷，我好冷啊。妹妹，我浑身都要被冻僵了。我呼吸不过来了，我不行了。姐姐不要，我来保护姐姐。我的脑袋也好晕啊，我也快撑不住了。双胞胎姐妹晕倒了，冰雹睡得这么香，编织梦境让她吃吃苦头。好心的大哥哥大姐姐，求求你们给宝宝点吃的吧，好浓的奶香。小姐姐，你能给我喝一口吗？不可能，别挡我道，真讨厌。哼，小姐姐别走。撑死了，撑死了。小哥哥，给我喝一口奶吧。就不给，你个臭乞丐，真是倒霉。你想喝奶也可以，除非你让我当木马骑，我就给你喝。骑木马？好的吧，等着好好被我折磨吧。你好痛，你想摔死我啊？给我快一点，我只是想喝一口奶。哼，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？不要，求求你不要打我，救命啊，别打我。我的房间，还好只是一场梦，梦里的场景似曾相识，
当初我也是这样欺负双胞胎姐妹的。姐妹们，天哪，她们晕倒了。小姐姐们，你们醒醒，快醒醒啊，赶紧给她们氧气，快点醒过来，千万不要有事啊。是氧气，是水拯救了我们。你们终于醒了，谢谢你拯救了我们。啊哦，肚子又叫了。你们是不是饿了？梦里的场景，我要改梦。我之前偷偷存的牛奶，这是给你们的。谢谢冰宝，嘿嘿，真美味。大口喝奶的感觉可太过瘾了。冰宝，你是最善良的冰雪公主，帮助人我也好快乐呀。我要让你们彻底改变自己。走喽！是我的好朋友，一直陪在我左右。感谢有你陪着我，一起快乐，一起忧愁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一直陪。你们现在是黑哈村最可爱的双胞胎姐妹啦！是你改变了我们，这是太好了，妈妈清醒过来了，妈妈脱离危险了。冰宝，我们得回自己家了，走。好舍不得你们，我们会常来看望你的。又剩我一个人了。好耶，还是家里最舒服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草窝，看到生还的希望了。好难受。太好了，像活了一条生命，多亏您救了我。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呀。那我先走了，孩子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救命啊，狗狗不想嗝屁呀。好委屈呀。快来人啊，一只小狗狗被挂到了枯树枝上，我快抓不住了，这可是万丈深渊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周围只有一根长树枝，可树枝够不到狗狗，这可怎么办？对呀，留了18年的长头发可算是派上用场了，挂上了，我当，嘿呀，狗狗不怕不怕，安全了安全了。谢谢小姐姐，抓紧我这就带你上去。不好，糟糕，我的头发断了，救命啊！啊，我的背，我的脑袋。雪娜这小丫头跑哪儿去了？等等，是王宫的公告，找到丢失的小狗，给赏金1000万。1000万，赶紧接下来，这发财的机会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去。咦，那不是雪娜吗？这个小狗，这不正是王子要找的狗狗？我这无法抵挡的好运，你给我一边去，狗狗，我们走。我的狗狗，你说的是他吗？是我的狗狗，是我的小菜儿。侍卫，按约给他赏金。遵命。我要控制我自己。赏金给你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闪得我都睁不开眼了。逆天改命喽，王子。是谁把你伤得这么重啊？帅气多金又温柔，如果能拿下他，整个王宫岂不麻雀秒变凤凰呀？假装晕倒。啊，我的背，什么庞然大物，砸死我了。善良柔弱的女子，你别再演了，我不是你救的，你快滚开。小心，大骗子，不要咬我。主人，快跟我走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快跟上去护驾。喂，算了，白得香钱也不错，快溜。是谁偷走了我的狗狗？我在这里。狗狗，狗狗，你没事？我没事了，多亏你拯救了我，你是真正善良的人。你没事就好。是他救了你，可我们这次又如何辨别真伪呢？如果时光能够重现的话。对呀，时光光波重塑情景，好伟大。是这位姑娘救了狗狗，宫殿里那个女人是骗子。侍卫，去把那个骗子给我押入大牢。遵命，给我严惩。姑娘，快起来，你俩这一身伤会被感染的，穿梭。深深大海里，你望过一个神秘的世界，有着珊瑚吊灯，海底花园，贝壳里藏着大珍珠。太漂亮了，你愿意做我的王妃吗？我愿意。你是真正善良的女孩，这是我喜欢的结局，圆满大结局，带着钱财远走高飞去喽。站住！干嘛？你根本没救狗狗。不要抓我，我要当富婆。回监狱陪老鼠去吧你。好痛啊，
我的翅膀受伤了。哦不，翅膀被彻底毁灭了。等等，那个熟睡的天使的翅膀好漂亮呀，还泛着满满的能量，这可比我的翅膀强太多了。悄悄地溜过去给他偷走，可千万不能惊醒他，我可打不过他。我拔，赶紧溜。好痛啊，我的翅膀。是你换新翅膀喽？魔鬼的身材加上天使的翅膀，我是三界最漂亮的魔仙了，哈哈哈！可恶的小偷，仙女棒，光波攻击。好痛啊！速速还我翅膀！我的胳膊，毁灭攻击，赶紧逃命！我打，你给我回来！多备点柴火，我和奶奶就能暖暖度过这个寒冬了。实在飞不动了，天上掉了个巨型大飞虫，救救我！是个人类。小姐，你怎么样？你浑身都是好严重的伤口，我用长发帮你疗伤。好耀眼的光，好神奇啊，伤口一秒愈合了，搞定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，要是我能拥有这疗愈金发，我就再也不怕受伤了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快点把你的长发给我，你恩将仇报。不可以，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，我抢。求求你不要这样，我的长发全没了，你还我头发。这下又具备治愈功能了，我简直是越来越强大了，哈哈哈哈。我的头发，再见了，倒霉蛋。别走，你还我长发。不许跑，长发公主，她怎么哭了？雪娜，你为什么哭？魔女抢走了我的金色长发。什么？简直是无法无天，有了长发我重伤不了她，那就智取咯。你听我说，你有办法？我们利用他贪得无厌的缺点，引他下来，一举抓获他。可行，把这些石头均匀涂抹上黄金色颜料。以假乱真，必须严惩坏人。不错不错，加快进度，不能被他识破了。快抬到大树后面。现在该怎么做？藏到大树后面等他。好，他来了，快躲。我拥有全世界最强的魔法了，好耀眼的光，大树底下有满满一大筐黄金，发财了发财了，真的是黄金耶，快抢走。就现在啊！可恶，是谁敢暗算我？你果然上当了，我们成功了，干得漂亮。是你们，小小网兜，休想困住我。不好，我打。好痛，我的心脏。法力我要，黄金我也要。不好，他跑了，这黄金怎么出奇的重啊。绝不能撒手，大力飞。我掉下来了，救命啊。什么？黄金竟然掉色了。石头，你们竟敢骗我。网住了，不能再让他跑掉了，用力拉上来。你这个小偷，我让你抢，我让你恩将仇报。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，别再打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把不属于你的东西全部交出来。我的魔法。滚蛋吧你，翅膀回来了，你的长发还给你，我帮你复原。太好了，我的长发失而复得了，多亏你配合我，直接晋级。啦啦啦，小魔仙就一滴呼哈，就张开正义的一张。啦啦啦，小魔仙就一滴呼哈，会实现最美的梦想。啦啦啦，小魔仙就一滴呼哈，坏家伙不敢来捣蛋。啦啦啦，小魔仙就一滴呼哈，这世界马上不一样。音乐花在糖果，朋友伙伴陪我。好美，以后你就是疗愈仙子啦。谢谢天使，以后大家就是同事啦，嘿嘿，我们一起保卫伙伴们。妈妈，今天的天气真好。是呀，好久都没有带你出来玩了。谢谢妈妈。我的宝贝，你开心就好。有妈妈的陪伴，我很开心。哇，好耀眼的项链，要是能成为她的女儿就好了。我要想个办法。啊，有了，泥土抹脸。真是太可怜了。我们去前面给你买冰激凌，就是现在。啊，好痛。哦天哪，快醒醒，你别吓唬我。哦不，妈妈，我们先带她回家吧。好的妈妈。你先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下，我去拿条新毛巾。
妈妈，用毛巾给他擦擦脸吧。宝贝，还是你想得周到，干得漂亮，真懂事。谢谢妈妈，给你擦拭干净，漂亮的脸蛋。我的脑袋好疼啊。你好呀。你还好吗？我不好，我无家可归。哦，可怜的孩子，别哭了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间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很抱歉，别难过了，和我一起生活吧。我愿意。妈妈，谢谢你。可爱的孩子，太好了，我多了一个妹妹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，我们一起生活。晚安文，祝你们做个好梦。妈妈晚安。妈妈再见。太好了，这里好冷啊，我好冷，好难受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不能让它冻着。小火炉，暖和多了。哦不，我的房间好热呀，救命，快住手。这才是我喜欢的温度。我的火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下舒服多了。你还笑，我要受不了了，我要另想他法。救命，好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妈，他欺负我，我好冷啊，妈妈帮我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宝贝，妈妈，他欺负我，好痛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快站起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把我推在地上，然后冰冻我。不是的，姐姐不喜欢我。宝贝别哭，你这个孩子。不，不是我。你应该照顾妹妹，她第一天来你就欺负她，还骗我你喜欢她。不是的，不是我。嘿嘿，还是这招管用，两边都不对等，这样生活也不好。有了，冰火两天地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妈妈。真可爱乖巧，我很喜欢。妈妈，你不亲近我了吗？躺在沙发上也很舒服。妈妈，我回来啦。是你？我拿了最好的成绩。他有 A 加，妈妈肯定会喜欢他，不喜欢我的。我的成绩好糟糕，看我的。啊，好痛，我的脑袋。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就是现在交换成绩单。给你的，谢谢你，我的宝贝们。妈妈，妈妈快看，这是我这次小测的成绩。什么？竟然是不及格？你都干了什么？怎么学习的？这个成绩还敢拿给我看？不，不是这个。还想狡辩？我要好好教训你一顿。我的屁股好痛，妈妈，你错怪我了，这个不是我的。嘿嘿，计谋得逞。妈妈，妈妈，别难过了。好的，我答应你。真好，这条裙子送给你。哇，好漂亮，我很喜欢。谢谢你妈妈。你喜欢就好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真的。我去做饭了。还在哭？嘿，给你，快看这个。什么？这才是我的成绩单。活该，你被打了吧。你真是太过分了。妈妈救我。怎么了？你太坏了。不要，裙子拿来。可恶，我要毁掉它。你快停下。可恶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打你这个坏姐姐。好痛啊，妈妈，我讨厌你。终于走了，妈妈，对不起。真担心。饭菜好了，宝贝们，开饭了，快来吃。怎么回事？一个人也没来，在干什么？我去看看。嘿嘿，我要销毁证据，烧掉它。妈妈是我一个人的，没有人可以跟我分享。快停下。哦不，妈妈，拿给我。不要。宝贝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妈妈，我很抱歉。不行，你太过分了，快走开。不要啊，妈妈，我等你原谅我。是我错怪你了，我的宝贝。妈妈一点也不在乎我，不相信我。宝贝。妈妈，我看到火宝在烧毁你的成绩单，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我很抱歉。谢谢你妈妈。别哭了孩子，你的裙子脏了，看我的，快来。谢谢你妈妈，漂亮极了，我们回家。